行动党在蔡厝港集选区的潜在候选人余嘉欣上午走访这一区，和基层团队一同派发国旗给居民。44岁的余嘉欣目前是行动党榜娥东支部主席，他从上个月底开始参与蔡厝港集选区的基层活动。这一区的议员杨康还表示，余嘉欣最终出战哪一个选区将由党领导层决定。他也表示欢迎反对党到蔡厝港集选区竞逐。来届大选，蔡厝港集选区很可能是由人民力量党和人民行动党展开1对1的对决。